OK，我终于到了台湾夜市 B101。哦，New Open，这个好像是新的 building。还有 Blackpink， 哦，Starbucks， 哇，它这个 Starbucks 好美哦。OK，现在我就进去了。哇，你看它的布条，好美。那布条，台湾小夜市就在下面。B1，哇，今天不会很多人。28号开始到现在，应该是人潮已经没那么多了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个。花生冰淇淋，花生卷冰淇淋，哇，这个我一定要吃哎，这个5块，有芋头的，有芋头、榴莲、香草，全部是5块钱。哇，你看他在磨他的花生。超级好吃！我的好了吗？等一下才吃。青花下蛋。青花下蛋，哦，是甜品来的，全部都是。价钱在5块。6块，6.8块。哦，薄饼，台湾薄饼，4.5块。
嗯，它有放肉碎。这是什么来的？豆干呐、啊，啊、哦，等一下我过来啊。哦，这里还有，哇哦，这个我也是要吃，这个是5.5块，烤包杏菇啊，哦，它有分胡椒口味，黑胡椒 black pepper rose salt， 那个是玫瑰盐，哦，好，1、2、3、45种口味。这个是地瓜，6块，有梅子粉、胡椒粉、可可粉、花生粉、原味，葱油饼哦 ，Scheiße， 这我也要吃。这都是它的价钱，6块、7.5块、5块。我绕一个圈才决定要吃什么。车轮饼，3个10块，哎，1个3块，10块就4个。什么车轮饼？外面有炸吗？哇，这个卖完了，说这样早就卖完了。火神，哦，火神，哦，可巴，一串一串的烤的，这个有，也是有胡椒味，也是有1、2、3、45种味道，4块钱一串，嗯，他们都是这样烤的。大包小肠，嗯，8.8块，原味蒜片、姜、酸菜、腌小黄瓜，嗯，哦，这个好像空霸包这样的，好像空霸包五花肉包。5.5块，这边就是。哎呀，要好的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咸酥鸡。四季豆、杏仁菇、花枝丸，嗯，这里就是它的水，牛乳大王、爸爸鸭肉，哇 ，avocado pudding， 我看我应该会喝这个。我好喜欢 avocado 的，哦，这就是它的价钱。嗯，哎，那个 avocado 是多少钱呢？好吗 ？OK， 我绕一个圈先，然后来决定要吃什么。哦，这是台北，哦，这个是卤味来的，这些都是自己选料的吗？哦，选了然后你们做成卤味这样啦，哦，哦，它的料蛮多的也是。连都可以拌面或拌饭对吗？面而已啦，哦，这种面好，看一下啊，谢谢。哦，这个包子，哦，没有了。哦，面线，3.5块、5块、6块。
蚵仔煎啊，我最喜欢的蚵仔煎，哇，八块耶！它有 octopus omelette、squid omelette、shrimp omelette， 还有普通的蛋的是五块，我应该是会吃蛋的吧？咦，等一下就来一个这个。OK， 大概就是这样绕了一圈，卖的东西就是这些了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Thanks you all for watching. Follow my next video. 关注我下一个视频哦。谢谢大家。